我一直以为董事长的儿子在美国出车祸变植物人。你该不会蠢到连这种事情都相信吧？子琪所以会到营业部去做小职员，去当个助理，是因为他爸爸希望他从基层做起，先了解公司的问题和人事结构，好为将来的接班做准备。你还真以为他就该是被你们呼之则来挥之则去的小职员呢？